来介绍一下我喜欢的工具。这个是羊毛毡做的锥子，那它有不同的颜色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有涂颜色的地方，它是有防水涂料，可以防止吸手汗。然后这个是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功能，并不影响工作品质，只是它是橡胶做的，我觉得看起来没那么脏，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放在弦中间的布条，跟调现代钢琴一样的，这个就是调音用的工具，英文叫 tuning key， 那就是会这边会有不同的形状，可以插在这个弦轴上。所谓的调音钥匙，它主要有两种形状，一种是我们叫做心形的，主要是拿来调方形的音轴。再来就是这两其实是一样的规格，这一样的大小，这是长方形的，就是拿来拍拿来转这种。这两只的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上面有一个钩子，因为大键琴的弦比较容易断，古钢琴其实不太会断，大键琴的弦断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弄一条新的弦，所以这是拿来做弦用的。关于调音的步骤呢，理论上习惯是从最低音调到最高音，但这架琴蛮特别的，从这个 C 以上是三条弦，然后降 B 以下是两条弦，调到这一个八度，就是说第一个三条弦的八度的时候，下面这边就会走音，然后你再回来调，这边又会走音，所以制作这架琴的制琴师告诉我说，要从三条弦以上开始调，调个两三次，大概稳定的时候再从最底下开始调，但是上面还是会跑调，只是不会跑那么多。专业调音师调这台琴，最少要两小时。那如果它本身原本走音走得很严重的话，就一定会多于两小时。因为整个范围要调音调非常多次，现在要开始先调三条弦的部分。那我会先用这个把弦左边右边的弦塞起来，因为你一次只要调一条弦。打开手机调音 APP， 选到正确的调率跟音高，然后当然要拿对 tuning key。 我刚刚说我想要先调三条弦的部分，这边是主音，然后这是泛音，就很明显的太低。我现在只调个大概而已，因为反正大概就是会跑调。我只是把差太多的调到尽量准，但是也不用太准。琴跟大键琴与现代钢琴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及弦的瞬间的音高是比后面高非常多，所以主要就是以你敲下去的那一瞬间为主，所以我就刚才就是一直敲。我和
做另外一个动作，就是我会这样压一下，因为大家可以想象成是弦乐器，这边是桥，后面也是桥，但是你调紧调松的时候，原则上主要在动的是这一段，是从弦轴到桥这一段，所以我这样压一下是把整条弦的张力平均一下。我刚才三条弦的所有的音都还没有调左边跟右边的弦，只调中间，所以我现在要来把所有的左边跟右边的弦都调准。好，现在三条当中最右边的弦还是塞起来的，就是刚刚那个布条，所以我现在是把最左边的弦对准中间的弦。然后因为一次听两条才准，所以我要现在要把左边的弦塞起来，用右边的弦去对中间的弦。好，现在是准的。我是先调左边的弦，然后我把布条从右边的弦拉掉的同时，我也用锥子把左边的弦盖起来，所以这样子我就一个动作同时可以调这个音的右边的弦，还有下一个音的左边的弦。好，又再把它拉掉。好，我现在大概调了一下，所以我可以从最底下再开始调了。有一个很特殊的工作流程，就是一次调一个八度，因为八度还是要互相对的。啊，差太紧。这样一路调上去，调完之后呢？接下来的部分是微调，那我会从 C 开始，然后一次调所有的八度，然后调完以后就调它的五度，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对，因为这两个的感觉听起来是一样的，因为我现在调的是平均律，所以听起来会一样。我习惯以这个八度为准，就是对调音器，然后其他的八度就是用听的对这个八度。好，所以我决定要收工了。我调过两遍还三遍吧。但是我还想练琴，所以就先这样。